在亚洲排球运动这个项目上，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，从来都不缺乏俊男美女。中国的不用多说了，男排上当年的汪家伟，如今的江川，都是出了名的帅哥。女排上就更多了，当年的赵蕊蕊、薛明，刚刚退役的惠若琪，现役的张常宁、袁心玥、姚笛等，都是出了名的美女。除了中国外，放眼亚洲，美帝让人透不气来的也不少，比如日本排球名将木村沙织美等等。而今天讲的这位，论其颜值，可以说超过了前面提到的这些美女们。她是谁呢？她就在2014年的亚洲青年女子排球赛上一夜爆红的，只有17岁的哈萨克斯坦女排萨宾娜。萨宾娜1996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，身高1米82，排球技术应该说只是一般，毕竟哈萨克斯坦女排的整体水平是相当低的，但萨宾娜个人的长相却让球迷眼前一亮，尤其是她那天使般的面孔，让很多排球迷念念不忘。日本球迷更是将她称为地球上最美排球萌神，亚洲排坛第一美女。在萨宾娜一夜爆红之后，日本方面就力邀她到日本去打球。当然，到日本去发展，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个人的技术提升，对萨宾娜来说都是有好处的，都比她在哈萨克斯坦打球好上数倍甚至数十倍。不过也有很多球迷当时呼吁这位美女让她远离日本，但是在2016年萨宾娜还是如愿加入了日本排球挑战联赛 GCS 企业所属的 GSS 阳光队，至今在日本打球已有两年。那么2014年的17岁的清纯少女，四年后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呢？从照片对比来看，球迷惋惜地说，从女神到女鬼，彻底毁了。